里？你怎么着了？在上面。哎呀，我也快不行了。上面是哪里？就在你前面。看到了。哇！面。看到你们两个。你不要动。完了！哇！被刚好被吐下来。你上面那个打了。他看到我之后就吐了。狙，你可以勾一个人，然后狙就是丢那个。我要去救那个。丢手榴弹，丢手榴弹，死要死！你有你还有手榴弹吗？对，然后再手榴弹。手榴弹没有用。他的手榴弹是伤害。你这边没有用了，你这边要走了。你手榴弹是可以让蜘蛛动作变慢，所以你在救那个人、啊、到那里的时候，直接先丢。你这个放弃了，摔死了。我的手榴弹没有用啦，我知道它能变慢，但是没有用。所以有用啊，因为你刚刚蜘蛛还没来之前，你中心放手榴弹，那你救人，那蜘蛛靠近你的时候就会被缓，它进不到你里面。啊，因为你是等蜘蛛到了才丢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。对，就是你那只救人就是直接到那里，然后直接先丢再救，丢在他身上。没关系，以后就知道了。我用过啊，那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刚刚旁边就已经有蜘蛛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，你才丢了。它是缓速，有没有？所以它一个圆圈嘛，那他们一靠近就会被缓。你可以理解吗？但他们已经到里面，你再缓就没有用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玩简单的吧。这游戏怎么那么庞大的顶峰？不会，我换了。可以玩，给你看看侦察兵。当你处于一名，他其实就很方便了，嗯。你的立场手榴弹就真的是专门救人，打怪就真的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他就只是换。没事。四星本来就比较困难，我们喝酒，老练乐器喝给你。呵呵，来喽。好喝的。这关一样是水痕杯石，不过二星的，所以其实应该还好。这是手榴弹型乐器，你的手榴弹主要就是引怪啦、嗯，就你真的被追的时候丢，可是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吸引蜘蛛。可是救人都也是可以，就是丢到旁边就可以。来啊，乐器，三二一，干杯！它上面还有那个拉花、欸，对啊，呜，你怎么飞起来？呜，会飘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跳比较高，哎、欸，跳好高，哦、欸，无重力、欸，可以到最上面来，可以到二楼，直接按到二楼，那个不是按一个按钮就好了吗？对啊，跟那个按那个按钮一样，对啊。哎呦！所以喝了还是直接让那个产生？天啊！下不去。他很久才下来。这个洞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哪个洞？通风管。哦，没事、欸那个、没事没事。哦，掉下来。我在那个砖头的最上面。等一下，可以暂停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我出来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为什么按了他这次没有那个啊？按哪个？我刚按无重力。可能因为我们喝那个酒了吧？那个酒就直接产生了。对，好。啊，你要来丢了是不是？你没有我丢的丢的远啊？是啊，我要那个啦，我要那个让自己不会变冷啊。啊。好了，哎、欸、没有，这看关卡、啊，这个是凛冽冰川啊，哦、冰川啊、哦，对，行、啊，纠正我，没问题啊，你看到是冰川啊，这丢东西的肌肉
练满喽，大鸡鸡。Let's leave。交给我丢丢丢。啥？轻松打二星。好、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二星轻松打吗？真的吗？那个蜘蛛的伤害就没有那么痛了，你这样就发现他们抓你，嗯，啊，痒痒的，嗯，怎么那护盾怎么都不会爆？我抓一抓蜘蛛就死掉了，小猪猪，啊小，啊，Rockin' Stone！ 耶！点亮。你们这边绿色就是他等一下投放地。我、欸哦、那边有超多蜘蛛哦。哦，好冰！好、哦、被电到。哦，超水母、啊。有大水母看到的话可以飙一下。地板裂开来啦！应该在我们刚刚的那个后面。快来闯进来了。哎、欸，那個、直接就能够自爆的哦！有自爆的，有自爆的，在追我！对对，要小心！在追我，在追我！能够打他那个球球就会很痛。喂，我打爆一个了。怎么输啦？爆我！把地板裂开！哇！哎、欸！就算是二星啊，那个自爆的还是很爆啊！酸啊！收不到球球、欸，我要让他帮我炸开这个。可以可以，他死他死他死。哎，水痕杯子有没有炸开嘞？看一下，没有。这里是不是？你拿你拿。我痛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看画面是很雾吗？对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装上去我完全看得一清二楚哎、欸。居然好猛、喔！我直接丢上去了。嗯，繁星还是可以勾锁一下。好的，中心点的。我看一下、喔，后面有一堆蜘蛛来喽。这只我就不管蜘蛛了。好。真的好多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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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我会带着消团回去的。那个隔空的香菇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漂浮，飘着香菇吗？对啊，好了，每个点都有一个了。六六六，快拿不到，勾，输呀。有。准备带第二颗回来，我要丢丢看，丢、欸，根本不行啊，真的要练满呢。按住嘞，按住丢。哦有哦，哎呦哎，对不对？按住左键，嗯，有有有，按练满就可以丢更远。看到。那个 Jerry 这个有没有办法多铺一点？我去挖，铺哪里？那上面最上面，它在直直的，你就多铺几个，造出一个平地。有看到吗 ？OK 啊，应该，哇，这好，什么声音啊？在我这位置也可以，你就反正下面铺一铺就可以了，这样我都可以勾上去。Jerry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这里先来中间，先来中间，你是不是跟错了？好、哦，跟错了，跟错人了，我天，没事，看到反正这两东西走越走越远，那上面，你只要侧边有就可以了，让我可以站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刚刚那个标记一下就不见了？头上。哦，好，看到吗？哦，好。上上上面，上面，
哎呦，你再贴着，再设一个同样的位置，外面一点，让它变大一点。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！先挖再说。干嘛？跳，走进去。哎，可以了。喂，给你的石头，走开。有，那边已经有三颗了。呜呼，轻巧。蘑菇还缺哦，那小红拿很多了。叫醒你！哇，这边好多、哦，缓速，绕背，拿不到那个会飞的蘑菇。对，因为他上去，可是你按一下就。来，举往前跳。那不能拿。What？ 应该，可能他的位置太奇怪了。可你可以吧？不行。应该是可以。摔死了。小心哦、喔。你都会摔死。对呀、啊。留得青山在，他不过只是一个而已。战消团有，挖一个安全的。免得被冰，我丢不上去，我笑死。我等下丢，等下丢。我在好下面。他卡住了。你左键按住可以吗？左键按住哦，有没有？可以可以，都可以。吗只是啊，动太小了，动太小，卡住，动太小。这个是不是帮你敲掉？好了。哎呀呀！你盯着看，你盯着看。左键按住，你盯着看，你盯着看。动太小了。哦。这，哎呀，这边啊，看我，看我，哎。再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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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哦。喂。要多20%。啊，也上面，很好玩。哎呦，我接力哦！我们那天是这样玩、啊，还可以接。还有12个，这是真的拿不到吗？哎，差一点，啊，真的会摔死。蘑菇没看到那么多哎、欸，有啦，这边有一个啦。也一个而已，在飘的那，你不要，就是你们这种人，这个档没有啊？那个你的那个海绵太高了，不是海绵挡在钩索上面会害死人。刚有这个我找到，哦，拿了蘑菇了耶！ Yeah你有看到最后一个水痕杯石吗？这里超多啊，蓝蓝的那个。对啊，碎哦，这差一个了。对，这边不好。蘑菇找不到，差8个。猫草，看到几颗？哎呀，没拿到！这几个都要用摔伤的方式。哎，也有，没事。哇，这么多吗？军那边好还好吗？哇，都可以。军那里很多是不是？没有啊。过去 help you。
你们有需要也可以直接叫补给哦。君，这里好像没有蘑菇，对不对？我采完啦。好哦，辛苦了。身上有四个，应该再五个吧。我有三个，这样九个，八个。石头掉下去。有，我接了，我接了。所以差一个了。身上还有蘑菇吗？每个人看看。有啊，十个。对对，我说。差两颗。看不到。找找。这边有一个，到了。你可以拿到吗？有拿到，拿到了。好、哦。所以还缺一个、欸。还缺一个吗？哦。哦，它还是会雾啦，只是没那么夸张。我的超雾，我从超鬼，超级结冰，超级风暴。好舒服哦！你可以下次带这个啊。沙漠跟寒地都可以。第几个？第几个？什么第几个？它是被动。哦，它是被动。红色的。嗯，红色的。啊，好像第五个吧，才能点到。这里有一个香菇。哦，是有、哦、那这样子够了，够了吗？对，我这边还没有，我这还没放，这个还没放。啊，有了吗？有了。就吹你了，杰瑞，你都可以去。哎、欸，还是减一啊？杰瑞呢？在我这，他那个上面，哎、欸，上面大字都爆炸了，爆炸的。头顶吗？君，你刚不是有看到一个吗？嗯，我放了、啊。在我身上，我还没放，我还没放。啊、那个巨暴龙说，中间那边可以先远离哦，小心被炸到。先上去了。他那个球球，要爆了哦！爆了，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哦！超大洞！没问题。我要被冰起来。不冷，不冷。哇！哦，不错！火箭飞射，哇！你们那边超多，能不能换一个？有一只酸性的哦，不是绿的。射不到。哇！有水母，干掉，没事。有一堆小水母。哎、欸，有水母掉这个小心哎、欸。嗯，有，我注意。还有他们伤害没有那个四星的。那、啊、那小水母自己来，没看到水母啊。那里有大队。我点那个扑的时候会降低那个伤，坠落伤害，直接往地下扑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死了！你那只练到满等16等，他的那泡棉也可以降低最后伤害，从超高掉下去几乎都不会受伤。现在已经有，哦、已经有了啊！撞了，好像是最后的。有改哦。哦，有摔下来，可是我没死，又扑了一下，可是很痛。那可能他两阶段，16等的。降仓还有20多秒，咻！你是想攻击怪，然后拿到泡棉吗？对，对。后面有很多蜘蛛哦。水母啊，水母啊，要小心，水母。那补给商都还有，可以补。杰瑞补吧，那个戏啊。好。对啊，这里你子弹快没了。对，快没了。臭水母。哇，狙，隔壁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妈妈。空降三。快跑！
啊！又输了，射死你！干嘛？丢死你！丢死你！我都偏不进去。跳舞，跳舞。最后完成一个任务。越玩就会越有心得了。哦，升级。哎呦！可是你蓝色还要再一阵子。对啊。我也。侦察兵25等、啊，我下次就会看到我晋升了。32等。他25等角色就可以解那个晋升任务，解了不晓得会怎样，好像会变成一等的样子。不是可以多开一个那个吗？天赋点。对啊，升级武器的地方可以多开。对啊，这一个是要晋升之后再锻造它。点天赋。哇，这是我们四星挑战不成功，嗯，下次再努力，嗯，可以的。行，哎，来，最后给你们喝一杯，那是我第一次调的，看哪一个，这超酷。那时候我喝了这杯就知道，接下来都要跟你们共饮，又会死了是不是？这杯不是这杯。太特别，虫洞特调，哦，哎呦，上面怎么有纹路，好恶心！真的，这不得了！我们最后干杯，喝，呜呼，绝对让你们震惊！呀，哇哦，哦，帅哦，在哪里？宇宙，然后就死了。你可以环绕世界，有没有？我们飞到宇宙了。我不能动哎、欸，没有在宇宙。对，没办法动，就是画，至少滑鼠可以动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在空降舱里面哎、欸。啊，他真的假的？刚飞到空降舱？你在空降舱里面哦？随机传送。在这个，他正常是在这个外面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这外面的世界。我刚刚在空降舱里面被关着哎、欸，他的门是关起来的那一种。你怎么最弱的感觉？我不知道，我小时候为啥把我关在那？我第一次的时候就真的是很靠近太阳那里，然后就超级漂亮。我想说这是什么回事？哇，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，对，哇，对，它每次会不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。嗯，好吧，好喝，好喝，休息，好，下次再玩，休息，私下再偷偷晋升矿罗。偷偷进山。嗯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啦、啊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拜。好啦，今天周日就到这边啦。哇，好像从过年到现在一直都没凑满4个人。好啦，我们去厕所。我尿尿，先开一下魔物猎人，然后去尿尿。魔物猎人，开始游戏。
改标题 ，M O N N T 啊，我白痴哦。8:00 艾伦挖矿，必须野龙，完全没好友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关心一下。哎、欸、，F 啊，怎么完全没有看到好友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你进 Rift 可以哦。Play in Rift。我想说你过去那边了。嗯？我看到你们好几个都在开啊。开啥？魔物。嘿，好几个。哈吉啊，好，应该是阿查吉吧，还是杰克？现在看到杰克。没有啊。叫了，叫的，这样满了是不是？那我去隔壁。目前是满的了。我应该打到11点就不能打了吧？你明天要早起啊？我明天要去出差啊，所以要开车出去。哦。我走。知道你们不需要的就是我，就到隔壁也说啊，我们满了哎、欸，哈哈最惨的情况是这样，好去看看最尴尬的情况，我去看看，算了，这里不需要我，没有我的位置，看个呀，快来帮我补我，补什么？补血，没有啊，哪会需要我？有啦，没有啊，你们满了啊，有啦，那是11点之后的事啦。现在几点？还有1小时，撑住，这样你可以的。抱歉，我已经死了5次了。为什么你没有我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吗？没有啊，我骗你的。我就差不多啊，要么是杰超死，要么是你死啊。哎、欸，说的没错，刚刚猜的真准。对啊，我当捕尸都在偷偷观察、啊。不去没了，我要走了。好了，过去了。好，先去他们的集会所问一下。请问这边有缺人吗？隔壁满团了。请问这里有？我们哪有啊？这圈圈够小了。啊，已经开打了。对啊，还在偷偷打啦。问一下，我在想说要那个。你们在集那个？哎、欸，有痕迹耶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对啊，我就继续看地址。哎呦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哎、啊欸，粘着弹。跟变装备。不好意思啊，等我一下啊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我还在开台，我是要问那两位，请问你们满团吗？没有啊，两个人而已。好，我等下进去。好，隔壁。怎么了？满了。好。嗯。隔壁满了啦。啊。跟变装备。嗯，白金已经开完台了，还没啊，还在开啊。白金在开啊。哦，还在开台啊。对啊。我，强化装备。还是要等你吗？不用啊。你们是打什么、啊？我们打天地。哦。跟隔壁讲。还缺一张，
拜拜。黄体龙怕啥、啊？怕冰。好。更变装备。记得捡石头。嗯，哈记任务到哪了？到找古龙的脚印。哦，加油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过来，过来。去吧，好久没打这只了，应该是后，应该后来就还打这只需求就还好了吧？对啊，我是要做他的装备，跟灯笼一样啊。你给我转过来哦。好的。转过来。反正你是专门用虫子咬吗？很强哎、欸，是假的，超强哎、欸，是很容易部位破坏啊？不会啊，每下保底，现在打这只62，62，咬一下62呢，一秒咬三下，而且 我又很安全，这是超宠哎、欸。这是超虫棍啊！在干嘛？怎么没有？怎么用陷阱？用完两次啦，撞完两次啊！是啊、哦，撞完两次了，一开始就撞完了。好的，厉害哦！哇，没扑，没事。回家布置蛋哈。嗯嗯。
欸，音乐，哦，没事。想说小心一点。怎么了？变身了。OK OK。很好晕欸，嗯，来我软，哦啊，又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活下来了。来哦！我尝试撞他。可以在第二次，可以在第二次，可以在第二次。有没有想尝试？他红眼了，八，哇，太棒了，砸到我了。